各位记者、媒体、所有的长官，你们好。谢谢你们来凯乐记者会。对，为了凯乐这一次的一品九等，我枪我，我出马我。这个梦好贵，我现在只能喝水啊！哎呀，你就等等等等老师啊！我没有别的要求。我只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凯乐这一次的EP，可以让我重新的。前出去好多。